实况台，我是周月，然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盲车门，怪我什么？再来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僕はタカハリエタです。欢迎到今天的三人冒解谜生存实况。啊，规则一，进入创作模式，请自行调整为生存。请勿越级，选照着各关卡剧情走。不违反三的情况下，箱子内的东西可以拿。也不拿。你有确定要不要玩之前游戏？就算卡关也不能开创造拿东西协助过关。多人一方哥哥空，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哥哥负责。剩下的几段给谁念？我把我迷宫地图使用，请勿携带迷宫袜，谢谢。剧情，头好痛哦，睡觉。这里哪里啊？算了，出去看看好了。这根本游戏人生吧？啊，等一下。Not game， 我来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全速打掉回收。欸，我有四个。我。不是叫我们回收吗？白痴，我们在我这里，终于出来了。可是这里是哪里呀？这书柜也太多了吧？啊，不管了，找路出去吧。哦，白色地毯，打可以打吗？可以打。地毯有说一定要回收吗？他说一定要回收。全部吗？要全速回收。这是在搞笑吗？怎么这么多书柜？好多书啊！不管，找路找路。附近找找吧。哎，这打掉了。白痴哦、喔，谁？啊，一定是那个熊女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开冲都补回去，有两个天兵智障在破坏。是哦，你就熊女打的。靠，没事哦。现在两个都在推卸责任，就对了。我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犯下这种错误呢？我看你这么的天才才会犯下这种错误吧。哦，好吵。哎，说好的箱子呢？到底为什么没到？啊！刚才是好宝。我是鬼。哎，死了。不要跟我讲说隐藏成就是收集这些地毯。我有二十个，我三十个。书柜要好好找哦，这里有一边会有东西。哎，刚刚那个剧情怎么念的、啊？这叫《Broken No Life》，游戏人生。这游戏人生、啊，你是没有看过、哦？不是啊，我说剧情啊，靠背。你没有看过游戏人生的剧情？我说刚刚那个进来的那个箱子啊，不是有上面写什么？他说叫我们在这边找看呐、啊。哎、欸，现在只要找可以出去的路就好。我找到箱子了，我找到梯子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总和所有人的梯子有多少？我现在这里有一个。一个。我没有。那给生物月保管了。哎、欸，生物月。啊。哎、欸，毛毯全部丢给我保管。哦，有一个了，等一下给你。天晴，毛团丢给我保管吧。藏在这里。白松。啊？一直给我。去。好，走，上来喽。哎、欸，毛毯丢给我。哦。哎、欸，跳不上去啊，放弃。我统合一下，现在有一组又五十个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空，这里是哪里？啊，人类最强玩家。哎、欸，这根本抄袭嘛！没品。希望你能在这世界玩得开心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书柜世界？天井继续念。你念哪里？第一种图书馆。哦，第一行最后一个。喂。没错，天一总是世界上最喜欢书的总，他们收集了六十
16大图书。哎呦，哎，丢给你，丢给你。去，你必须找到出口。可惜的是，我也不知道出口在哪里。为什么会有水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，这样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让你自己找。你自己看头上啊。我到时候就可以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们水冒出来、欸，好屌哦、喔。楼上应该是水塔，哦，吓到了，我以为是鬼法 ，fuck！ 啊，怎么？然后呢？这个是那个指令方块的那个世界啦，它会随机。还有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人类种的那个棋子。哇！人哎、欸，很奇怪，人类种的棋子不是国王吗？怎么变成 Apple？ 没关系，花了什么？没有啊，那个游戏人生的那个人类种的棋子，居然是一个 Apple。我搞笑的。我刚才就跟你讲说，我是因为那个刚才被吓到。去你的！为什么刚刚突然会有那鬼啊？这个是迷宫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书是不是要拿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没有讲。有必要吗？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我们一个人去找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先找书包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书口？对，然后还找到一个书柜，还找到天井哎！等一下，先等天井啊！我不是不是你们看着我 ID 找，生物院你先找。为什么安安在下面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在下面？有人 ID？ 哎、欸，先，吓到我！我想你会需要这一个。那边是过不去哦。等等，这里又是哪里？等一下，我掉下去了。亚密拉，你好，人类种的国王，这里是奥先德。哎、欸，恭候多时了，女王正在等着你。女王，是的，请跟我来。水深危险，请戴好安全帽。拿着漂流木打破玻璃出去。蓝玻璃寻找出路。哎、欸，重点是帽子只有一个、啊。还是奥夫之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点等等某人好不好？奥夫之贴上吗？复制贴上什么？不是我把门复制贴上啊。不用吧？等一下，他说要带走，应该只是头盔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找天。可是门，我们三个人有三个人。哦，来，三个人要一起用啊。他们要再打破蓝色玻璃寻找。所以我们要三个人要我们、欸，所以我开创造拿三个人。你就把它复制三个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把它复制三个就好。那帽子也给你复制。我好懒。我拿到吗？门，我插门。天井是不是被你吃掉？啊？你那里是不是有两个门？有啊。对啊，丢给我吧。安，平安。No。好走、哦。不好吗？好。谁要打？早杀。哎、欸，没有那个不好啦。我觉得拿的门好像没有用哎、欸，我还宁愿拿着书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找一个地方可以呼吸的地方。其实不用啊，门就好了。门就好了。哦。好暗哦，没有荧光石，也没说多亮啊，搞屁啊。其实也还好，我还稍微看了见。哎、欸，我找到楼，我找到二楼嘞。有办法上去吗？有、啊，我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上去。我要 GG 了、欸。不会敲门，好暗，好恐怖。哦、欸，不能给我们一个木斧吗？哎、欸，我也到二楼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天井，你留在一楼看好不好？我还生五月到二楼，因为二楼好像也是一个迷宫。好麻烦，是迷宫。哎、欸，我们哎、欸，我找到了。我们可不可以啊？找到什么？我来到这里。不是啊，到那也不是说还有东西要拿。哎、欸，我找了一本书。你以为是什么好书？这个剧情等一下再讲，我先讲，还是我先讲前面的？先讲前面吧。好啊。对啊，剧情就是叫。嘿嘿，欢迎来到奥先哲，我是女王。
我突然忘记那个字怎么念，拉拉我拉，下一哦，垃圾，你要跟我吗？不要。想必来的路上一定十分美丽吧，嘿嘿。如果你指的不是迷宫，那我来的路就是不就是正常道路？没错，就是那里，很漂亮吧？点点点。啊，不是说还有成就吗？没有啊。你知道还有人在下面？海西总、啊、那边没有东西吗？不愧被称为笨蛋的种族，把钥匙藏在这种明显的地方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去找天井，先下去找天井啊！我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忘记路怎么走了。直接TP了，没有啊，哦，我们还是要留一个人去看啊。对，那我在这好了。那我先下去。你先下去找天井，然后我先那个，我帮你TP到天井那里了。哦，好，PP。你先去找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宝箱之类的。哦。等一下是我把天井TP到你安安那里去，还是？哎你把他PP到我这里了，你天才哦！我只有做安卓，好哦。哎、欸，天井，我有一个提议，要不要我们现在还 K 他一下？你们打一下就好了。好啊，那等我把那个弓箭附魔一下。What the？ 我队友找到下去的路了。完了，我已经把什么弄到死。为什么这个就直接一个人头，而且还是史蒂夫？欸好啊，你可以 TP 我，我下面的。OK， 我还是自己 PP 比较好，安全。给那种天才 PP 好像不太好。笨蛋。这里我们有绕，这里你有绕过一遍了吗？我刚才就绕到一半，他把我 TP 过去了。好了，没人念了啦。我听到有村民爸爸的声音了。应该在楼上吧。我也听到，可是不在这哦。在楼上，三楼的样子。三楼、二楼，我们这里是听不到的啊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好像听到火灾的声音啊？我靠！你不要自己乱跑好不好？不是，我看到有个活塞，然后把一个画打掉、欸。你刚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吗？他把一个画、哦，他把一个画打掉之后，他就打到是你穿过去的吗？对啊，我穿过去那个门的时候，他就掉了。你不要搞破坏好不好？我没有搞破坏，是他自己那个出现的，关我屁事哦。天井，我跑绕到另外一边，可是另外一边什么都没有。我还在走。对，这里没有。我忘记看聊天室，一直忘记。你是在直播？那我还在直播啊。好笑啊。因为直播，它有个 OBS， 它可以边录影看边。哦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找到箱子了。好、哦，好像是那个成就吧。哦，我有看到。哦，有四台。哎、欸，这裡好像这裡只是剧情吧？没有，他有一个那个成就箱。神夜安安。不是啊，我只是找到一个剧情箱而已。附近吗？有啊，那个剧情箱我有看到啊，就是叫我们。他就是误导我们那个、啊、直接上去啊！犹豫要不要打个人的？你们在玩几版的？惊讶点不喜欢，一个神武院打的，一个不知道。安安吕成红，安安神夜0.0啊！想打？等一下，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给我拿过来看哦！啊！他们到底说什么？给我来！什么东西？算了，没事。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家要怎么上去？我 TP 哦 ，TP 大法哦，来哦！等一下，我找路口，我不要。哎、欸，你就 PP 他，不 PP 我？等一下，他 TP 啦！你是不会 TPL 哦？我不会，对不起。你们太天才了吧你？